新沙发会是总部提起一年一百看法会台之前，今年是用新沙发会行落入台上先来做主题，打造为有50公顷案发的发会景观，韩国规划的客家文化意象区，可是提建区韩国太良创作为区，而迎客提上发同时，未做得了解台中山上的农业韩国客家文化。用以工艺化为主的花田有红色、橄榄色、水红色、黄色叶条，总共14种的花含果作物，分别种在50公顷案发的土地上，表现出将的浪漫景象。像外国都游客特别喜赏花。20公顷的这个精致草花区哈，包括撒播区，那其中有17公顷呢是这个金门的这个高粱，我们是大粮仓的一个政策性种子供应的这个展示区。另外呢，有0.8公顷的这个属于食农教育啊，现在我们各界都非常关心的食农教育区。由农委会种苗改良繁殖场和台中市政府向下判的新沙发开发通，今年已经是第13年了。今年配合浪漫台中县计划，特别规划的客家文化意象区韩国科室体验区，为迎客提升花卉世界，未了解客家文化。今年国家一个无同款，就是咱农委会特别啊，这个浪漫台山县吼，咱的浪漫台山县就为咱这新社往北去个桃园去，吼，一个甲客家文化真好所在。所以呢，今仔日真欢喜，咱这个来开播。那13年以来，俺第一摆哈，同这新社种苗场哈，特别来合作，所以讲俺发展都会进行投了。一方面，俺希望讲。带动这个地方的经济以外呢，也希望讲除了看花以外，也是在了解个俺客家文化。主办单位表示，新沙花会同台中花博最大不相同的是，新沙花会是自然景观为主，表现出大面积的花，重点是不是门票，争取到12月16日，我想做得上贵几百万的银行去送花。香港新闻李贤龙台中报道。